你好，我叫玛丽，你姓什么？我姓王，我叫王兰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请坐吧。老师，我们去哪儿？您贵姓？我姓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卫。他姓什么？他姓王。他是老师吗？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我还进去开个会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再见。你好，我叫玛丽，你姓什么？我姓王，我叫王兰。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我也很高兴。请坐吧。老师，我们去哪儿？您贵姓？我姓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大卫。他姓什么？他姓王。他是老师吗？他不是老师，他是学生。